电线杆旁边站着一个穿碎花头戴渔夫帽的阿嬷，想要过马路，但是往前走几步之后又退回斑马线后面，进退两难，想走却不敢走。旁边经过的驾驶看到，立刻问太太要不要下车去帮忙阿嬷。你要带那个阿嬷过去？带那个阿嬷？他过不去啊。哦。要吗？驾驶的太太手紧紧搀扶着阿嬷，另一只手比着手势示意驾驶们暂停一下，最后平安的将阿嬷护送到对面。但是到了对面之后，驾驶的妻子也被车流量吓到，差点也回不来。开到那个路边之后，发现那个阿嬷停在斑马线前面很久，那因为我停车想要让他过，但是他一直没办法过去，所以大概过超过20秒他还是没办法过，我就请我太太下车。事发在22号傍晚6点，新竹湖口罗中山路。回到事发路口，可以看到这里没有红绿灯，车流量也非常大。如果行人要过马路，都得等好一阵子，没有车才有办法过去。偏偏附近住了不少老人，让附近的住户每次要过马路，心都好累。这是红绿灯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转角车子都来来往往，我在这边都等好久。为什么？啊，那车子就一直过啊，是蛮危险的。好，因为要等蛮久的，车子都不会让斑马线过啊。影片PO上网之后，网友纷纷表示暖心，而驾驶则希望透过影片让用路人能多一份同理心，能够礼让行人。三立新闻综合以黄世涵新竹采访报道。